果不是亲耳所听，大魔王怎么也想不到仙一代小学生神曲雇佣者居然和他的前辈逆战还有梦幻联动的一天。爱你孤身走在岸上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还是不肯哭一场，破烂的衣裳却感动命运的枪。好家伙，此曲一出，无论是90还是00后，那听完 DNA 都得错乱。还记得10年前，这首歌还是张杰大大为逆战演唱的主题曲，不仅一举火爆全网，成了一代小学生神曲，酒量游戏也红极一时。那时候大家课间讨论的也是机甲和人类哪方更好玩，猎场 BOSS 该怎么打等等。而令人惊喜的是，10年后的今天，正值逆战10周年之际，张杰大大居然再次与游戏进行合作，为大家带来了丰厚的福利。玩家们只要上线，就能白嫖一把超强的天级武器，并且通过几个很简单的任务，还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能凑齐天级四件套。而除了白嫖的奖励外，逆战还给玩家撒了一波钱，凭借你的注册时长就能在官网领取一份不菲的奖励。而在8月13号的19点，逆战还将举行10周年庆玩家直面会，届时更有限定福利以及全新内容公布。小伙伴们，确定不趁着10周年回归白嫖一波？